室内装修最危险的潜在杀手是什么？在室内装潢过程中，大量使用各种涂料、壁纸、地砖、胶粘剂等装饰、装修材料，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污染物，其中包括甲醛、氨、VOC 等。其中由于甲醛危害最大，甲醛已成为室内装修中最危险的潜在杀手。甲醛是什么物质？甲醛在常温下是气态，是一种无色、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高毒性化学物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153号公报指出，甲醛为致癌与畸形物质。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甲醛列为一级致癌物质。美国环境保护协会研究公告称，室内空气污染最高可能达到室外空气污染的70倍。甲醛从哪里来？甲醛具有较强的粘合性，有助于加强板材的硬度，兼具防虫防腐的功能，因此被厂家广泛应用于家具、厨具、皮具、涂料、树脂、工艺品等各类产品生产中。甲醛的危害触目惊心。装修后甲醛的逸散时间长达3至15年，对人体的危害触目惊心，尤其是孕妇、儿童与老年人更容易受到甲醛的危害。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68%的孕妇胎儿畸形系由居室甲醛严重超标造成的。甲醛正在侵蚀油工师傅的身体健康。在装修过程中，油工师傅长期处在甲醛超标的工作环境中，即使是戴上口罩，仍然无法真正阻止甲醛进入呼吸系统。据调查，85%以上的油工出现眼红、流泪、咽炎、喷嚏、咳嗽等症状，甚至患上重大疾病。消除室内甲醛有哪些方法？消除室内甲醛的传统方法有光触媒、活性炭、硅藻泥、捕捉剂等。事实证明，这些方法虽然原理各不相同，但都存在短效、二次污染等问题。甲醛杀手横空出世。2012年，中国涂料先创品牌泉州市三立烯有限公司与台湾健康家公司达成合作，全面引进健康家生物科技研发的甲壳素除醛系列产品，为彻底安全消灭室内甲醛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清扬全效除醛特级墙面漆，采用最新净化技术，以天然甲壳素为原料材，具有超强的吸附分解甲醛能力，是一款特别适合新居装修的环保健康涂料。甲壳素双全效除醛涂料，以天然的甲壳素为原料，有专利的纳米抑菌配方，不含重金属及有毒物质，能迅速的分离游离甲醛及有害物质。水性配方，施工容易，透明无色，作用时间长，可以有效降低空气中的甲醛。完工后即可入住，适用于各式的木质裸板及甲板中。家具护理喷蜡，特殊水性乳蜡配方，不含化学的成分，不伤害物体的表面，让你去污、上蜡、亮光、防尘一次完成，适用于各式木质的家具、皮革及塑胶制品。地板亮护蜡，特殊水性乳蜡配方，不含化学的成分，不伤害物体的表面，让你去污、上蜡、亮光、防尘一次完成，适用的范围于各式的木质地板及塑胶地板哦。除醛抗菌喷剂，以天然的甲壳素为原料，有专利的纳米抑菌配方，能迅速的分离游离甲醛及有害物质，达到防霉、抗菌、除臭及净化空气品质，适用的范围于室内空气中有异味的地方。室内除醛4S店全国铺开。据
据新浪家居调查，室内空气污染问题已经上升为家装问题前三位。96%的消费者关注室内空气的质量，而中国大陆室内绿色环保产品使用率不到0.03%。91%的消费者对自家室内空气质量表示不满意，73%的消费者反映居室内有异味，令人不适，而高达87%的消费者只选择开窗通风的方法来缓解室内空气问题。为此，三利器与健康家联合在中国大陆推行室内除醛4S 店，为消费者提供装修前、装修中及装修后全方位的室内甲醛检测、产品组合、除醛作业等系统服务。除醛效果看得见，不怕货比货，有效果才是硬道理。我们独创的甲壳素除醛测试箱，以科学、公开、比较的实验方法，将甲壳素除醛产品，尤其是风清扬除醛涂料，与其他涂料品牌的除醛产品进行同步 PK， 让消费者亲眼目睹甲壳素除醛产品的惊人效果。无论是装修前的除醛预处理、装修中除醛涂料的施工，还是装修后全方位的甲醛检测，以及入住前的除醛作业，我们均借助世界最先进的甲醛检测专业仪器，为消费者创造看得见的除醛效果体验。甲醛杀手，天下无敌。现在由三利七与台湾健康家生物科技联合研发的甲壳素除醛产品已经在中国大陆全线上市，甲醛杀手天下无敌，快选择甲壳素，为您家里的空气洗个澡吧。